第十七题，17包线缠绕圆形空心硬直筒，呈螺旋形线圈。AC 两磁针在线圈两侧的正中央 ，B 磁针在线圈正下方 ，珠磁针在线圈内。线圈通电流后，电流方向如图所示。若忽略地球磁场，则下列的各磁针的偏转行形何者正确？这当然又是要说电流磁效应，螺线管的安培右手定则。那我们看到我们电流呢，在我们的纸的前面由上向下流，所以我们比出来的安培右手定则如这样所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右边呢会生成 N 极，左边呢会生成 S 极。那我们晓得磁力线的方向在磁铁的外面是从 N 极到 S 极，在里面呢是从 S 极到 N 极。我们又知道所谓的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所谓的磁场方向，就是 N 极受力的方向，就是 N 极指示的方向。所以我们又晓得我们的 A 呢，我们的 N 极应该是在我们的右边，所以选项 A 呢是错的。我们要看到我们的 B 呢，我们的 N 极呢应该是在我们的左边，所以呢我们的选项 B 呢也是错的。我们的 C 呢，我们的 N 极呢也应该要指向我们的右边，所以选项 C 呢也是错的。只有选项 猪 里面是从 N 到 S， 所以呢这边应该是 N， 这边应该是 S， 所以只有选项 猪 是对的。所以呢第17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各磁针的偏转情形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猪磁针，我们的 N 极呢在我们的右边，我们的第17题答案选的是猪。